去哪儿》五邓伦搭档小山竹家庭背景介绍。小山竹为什么能参加节目？《爸爸去哪儿五》还未播出就引来了关注。据悉，路人嘉宾是小山竹和邓伦。那么，小山竹父母做什么工作？实习奶爸邓伦带的小山竹父母有什么背景？小山竹为什么能参加节目？下面石家庄传媒网小编带来小山竹个人资料家庭介绍。爸爸去哪儿无小山竹家庭背景介绍。爸爸去哪儿五终于开播了，依旧延续了上一季有实习奶爸的传统，这一季的实习奶爸是邓伦。此次邓伦带的素人小朋友是小山竹。据悉，小山竹的爸爸叫季中哲，是一名司机。2016年1月2日，在央视一套开播的 CCTV 家庭幽默大赛第二季首期节目中，一口稚嫩东北腔的萌娃小山竹和爸爸上演的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瞬间俘获了观众的心，表演片段更是在网络上获得数百万的点击率。竹为什么能参加节目？对于小山竹的确认出镜，网友们也并不惊讶。其实吧，早前就有传言称小山竹会参加《爸爸去哪儿》，如今照片一出，果真是证实了消息。小山竹真名叫季美一，是一位美拍达人。因为从小爱吃山竹，被家人昵称为小山竹。因参加 CCTV 家庭幽默大赛第二季开始受人关注。爸爸去哪儿五还未播出就引来了关注。据悉，路人嘉宾是小山竹和邓伦。那么小山竹父母做什么工作？实习奶爸邓伦带的小山竹父母有什么背景？小山竹为什么能参加节目？下面石家庄传媒网小编带来小山竹个人资料家庭介绍。爸爸去哪儿无小山竹家庭背景介绍。爸爸去哪儿五终于开播了，依旧延续了上一季有实习奶爸的传统，这一季的实习奶爸是邓伦。此次邓伦带的素人小朋友是小山竹。据悉，小山竹的爸爸叫季中哲，是一名司机。2016年1月2日，在央视一套开播的 CCTV 家庭幽默大赛第二季首期节目中，一口稚嫩东北腔的萌娃小山竹和爸爸上演的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瞬间俘获了观众的心，表演片段更是在网络上获得数百万的点击率。竹为什么能参加节目？对于小山竹的确认出镜，网友们也并不惊讶。其实吧，早前就有传言称小山竹会参加《爸爸去哪儿》，如今照片一出，果真是证实了消息。小山竹真名叫季美一，是一位美拍达人。因为从小爱吃山竹，被家人昵称为小山竹，因参加 CCTV 家庭幽默大赛第二季开始受人关注。